大家要走出妈祖，特别啊，我刚刚听校长老师讲，有非常风骨不错的学生有去进入某马学院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光明行动。我相信啊，这一趟的行程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充实，也会收获。但是啊，大家出去啊，就是带上我的妈祖。妈祖现在是一个很漂亮、让人家非常向往的地方。我希望所有的人也可以很热情的把妈祖的特色、妈祖的美告诉你的其他朋友。然后去学习的过程，也可以把台湾学到的东西带回来，跟学弟学妹也有分享。我想啊，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，也是一个很好的。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这样子的机会，好好的学习，也可以好好的放松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，多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然后以后有机会啊，再为我们妈祖的进步，非常高兴啊，这个。也非常谢谢老师们的辛苦啊，三十位校长老师陪着大家一起走这样子的行程，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请教校长老师，也可以跟老师校长讨论讨论。希望大家对我一个非常愉快的行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